下一位怎么发生什么事？下一位哇，是直接有医学报告。他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胆固醇241。什么意思？正常是多少？正常200以下。200啊，200算是已经紧绷了。嗯，就最高不能超过200。对，他241胆固醇，胆固醇241就会长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看胆固醇241，他应该要毕业，会毕业，毕业哦。他还不他要觉得抱着肚子，要么他是这样，241。这么阳光，哇！你七啊，这个看起来很年轻的样子。对，哦，这么年轻可以胖人家厉害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们都会留这种头发，妹头，对对对，然后盖起来有没有？然后你一掀开才会，还有，哎呀，豁然开朗。有不是啊，不好意思，还有就是你总玩迷宫游戏嘛，哎，我到底了，还没来，欢迎缇娜，缇娜，哎，你也不像哎，缇娜你好，缇娜，那个时候87公斤，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减到52？我先花了4个月瘦了20公斤，然后再花1个月瘦10公斤。你现在澳门赌场公关哦？对。请问百家乐怎么瘦还是？百家乐。哦，你那个胆固醇算是已经很厉害，241。对，就比爸爸还高。就是如果再高上去的话，就是医生说，如果再高上去就要吃药。不然容易中风吧，还是怎么样？对，会有心血管疾病。心血管疾病，那个血管可能会塞住。是，身体状态已经是中年人了。对，请看一下。对，你那时候就立志要超过200的。我原本以为我会胖到100再瘦下来。你为什么当时会想要让自己瘦下来？因为我那时候高中要转学，然后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，然后听说另外一个学校都是帅哥，哦，所以我就想开始减肥，对对对，就想要谈恋爱了，哦，想要感受，就是为了爱，对。李若阳，你现在喜欢肉肉女？我喜欢肉一点的，其实现在，哎呦，那因为我自己就已经瘦了嘛，就是骨头撞骨头，就是很坑坑坑坑不好，对哦。那你现在对着阿曼达，你会不会？哎呦，干嘛？会有情愫？干嘛？哎呦，先不要看他太久。对，我是怕你怕恋爱，情不自禁，情不自禁。对对对对，刚刚已经道歉过了，小心哦，不要得罪一个人。对，小心。其实可是现在这几年，对，其实女人不能再像以前。以前很变态，流行纸片女。对对，我从来不觉得那些女生有什么好看的，不然就是那个脚像焦阿卡，有没有？对呀，像白鹿缝很大，不好看。老是以为她叫走走走。北西啊，好恐怖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你花了4个月瘦20公斤，是怎么瘦的？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少吃，就白天第一餐我就想吃我想吃的，什么炸鸡、淀粉、便当都在早餐的时候吃，然后中餐跟晚餐就吃水果跟喝糖。他是控制淀粉，对对对，早上才有，早上正常吃，早上随便吃。你快速瘦身就产生很大的困扰，为什么？小腹就会很难瘦下来，需要靠重训的方法，然后把它慢慢的瘦下来。不然一开始瘦下来就是皮肤就会很松，皱皱，对对，然后会有很多肥胖纹啊什么的。这个运动还是最重要。现在你在运动吗？有在重训。重训，重训哦，就是甩那个壶铃啊，跟负重身。甩壶铃这样吗？啊，我就甩男朋友。我那个那个甩到最后快不行了，蛮累的哦。那大腿内侧什么整个我。对对对对，单手双手换手，是啊，没有人这样吧？花式壶铃 ，OK。那在面要跟这个现在还就是想要瘦的人，你有什么话跟他讲？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先让自己瘦下来，然后谈恋爱，然后再失恋，然后就会快速减瘦。这是什么好建议啊？这不是很你感觉很负面吗？没有，我原本以为就是少吃多动是最好的减肥方式，但后来发现失恋就是一个月就会直接瘦10公斤，更快。失恋是因为你完全吃不下，对，你就什么东西都吃不下。偶尔喝个水，看你，那你这样子不健康，这也不健康啊。有的人难过会暴吃啊，对啊，暴吃啊。怒吃啊！有些人是怒吃，就我再也不要男人爱上我。对啊，知道我要跟食物谈恋爱，这样然后一吃一吃一吃，但是还是要健康啊。对啊，健康啊。就是万一你想要用这个方法，就那个男人死心塌地爱着你，然后越来越肥，越来越爱。好，谢谢秦总，秦总。